各位，今天寒流来袭，让我们欢迎 Wonder Girls 还有 2 PM， 欢迎。大家好，我们是 2PM。刚才听到 2PM 的自我介绍，听说 Wonder Girls 会中文的自我介绍哦。好，你用中文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 Wonder Girls。哦，这次为了演唱会了，当然他们精湛的表演不用说，但其实我也想来问一下，就是两团呢、啊，今天到台就到了台湾的感觉是怎么样？好，要问一下翻译。其实我们刚好听到有翻译的声音，但翻译哦，翻译因为在前面那位太高了，有没有？翻译可以问一下，就是他们来到台湾的感觉如何？像 2PM 是第一次来，那先问一下他们第一次来的感觉如何？처음으로이제대만을오게되었는데아오게돼서너무영광이고아很高兴，他们自己团帮自己翻译，너무많은분들의사랑을받아서저희이번에할공연정말멋있게뜨겁게스테이지를멋있게보여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What did he say? OK， 他只翻前面那一句，所以他刚刚讲了那么多，就是翻成中文就是很开心，开心，很开心。对对对，其实还有呢，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他们很高兴第一次来台湾，那希望。以后呢？希望以后呢，不管，这是一个新舞蹈新团体，是不是？还两个牵手佛这样子，还希望怎么样？就是说大家能好好观赏明天晚上的公演这样子。OK， 那因为其实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韩国团体来到台湾，你可不可以问一下说，那他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之前一些韩国的朋友、艺人朋友有来过台湾，可跟他们推荐台湾有没有一些好玩或者是好吃的地方？我저는그 bubble tea 네珍珠奶茶，珍珠奶茶，这个非常好喝。珍珠奶茶 ，Yeah， 哎，酷酷的，哎，好喝，好喝，好喝，学得很快，真的厉害。珍珠奶茶好喝，还有呢？其他有没有听过？鸡米花吗？鸡米花，对，韩国没有鸡米花。其实有点像咸酥鸡的那种东西。好像모든음식이정말맛있다고요，哎，굉장히많이들었습니다。他们讨论起来了。是因为在韩国呢，听到说台湾的饮食就是很好吃，所以呢，韩国虽然是有所谓的鸡米花，但他们觉得应该是跟韩国的那种味道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什么都很想尝试。但我们来问一下，听说男生对于这个美食很有兴趣，但女生好像 Wonder Girl 是来第几次了？上一次有来过，第二次。对，那对于饮食呢？有没有什么记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 pineapple cake 너무좋아해요。听说 Wonder Girls 有吃过豆花。豆花，很好吃，很好吃。豆花感觉是他好朋友。豆花，讲到豆花，整个眼睛就亮了。豆花好吃，对，其实我们刚讲了很多是在就是很多国外艺人，然后呢来到台湾，其实都很喜欢吃。但其实他们这次来到台湾，像我们刚讲的，就是为了演唱会。对，那我们要不要先来跟大家聊一下演唱会上面有没有这次特别准备的什么？对。이번에새로나온앨범에이제중국어버전또한국어버전영어버전이실려있는데또이제타이완팬분들을위해서저희가특별히중국어버전으로저희노래를부르게될계획입니다네这一次听得懂吗？听不懂，听不懂。不是，我只是搭一下。你还来问我们听得懂？就是请你来就是要请你翻译啊？什么意思？我们准备了我们的新歌。哦。你刚为什么不用中文讲？你刚刚应该就先用中文。对，中文版的新歌。OK， 新歌，中文版的新歌。应该是说他们的歌曲本来就有所谓的中文、韩文、英文。对。那他们现在这一次为了台湾的朋友，特地在家练了中文版的。哦，特别练了这次中文版，是新的歌吗？是，对。Two different tears。啊，对对。中文版本，那中文版的。那其实说 Wonder Girls 这次我没看到，其实电视的打很凶，他们的新歌 Without You 就是，其实这个穿的这样子，你知道，尤其 MV 里面非常帅气。那所以这次为了演唱会 2PM 有没有特别准备什么？사실저희도여기서이제앨범이나왔잖아요그앨범에나온예그래서예앨범이저희앨범이나왔는데아专辑네그래서이앨범스페셜에디션인데이곡이앨범에들어가있는노래들에서이게굉장히또뜨거운노래들이있습니다그노래들을저희가이제다부를예정이고요예그래서영원히중국어들会唱中文版本吗或是会唱中文歌吗在演唱会上哈哈哈这什么表情这什么表情굉장히하고싶습니다예有听过中国的歌曲吗？有没有哪首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可惜不是你，可惜不是你，可惜不是，可惜不是梁静茹的歌。Three four， 可惜不是你陪到我的胸。
哦，曾一起走却就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陪到我的秀，还能感受那温柔。掌声鼓励，有没有？好厉害哦！哇，谢谢，厉害厉害！所以呢，这个演唱会当天啊，当天真的是可以好好期待一下。那当然，这次呢，除了 2PM 的新专辑之外的，另外这个 Wonder Girls 手上是是，这也是新专辑。对，这是我们的新专辑。哇，哦、原来会讲中文的就在旁边啊！啊，新专辑，然后呢，然后呢，拿起来呢。五首歌 ，OK。我刚刚呢，其实讲了那么多，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演唱会的时间呢，就是在星期六的晚上6:30开始，在南港展览馆。而且其实像我们知道 ，2PM 的其中一位团员呢、啊，演的那个戏叫做《灰姑娘的姐姐》，现在也在台湾热映当中。哦，辛德拉님많이사랑해주셔서너무감사드리고어앞으로도더많은작품에서 저뿐만아니라다른친구들도만나실수있을것같습니다많이사랑해주세요예질투가없고요예이쯤에서깜짝선물을제가드리려고합니다저희예여기원더걸스친구들이랑같이준비를했는데요저희가 MC 분들께선물을드리려고이제준비를했어요앨범준비를했습니다예谢谢谢谢谢谢不客气谢谢谢谢啊拿到这新专辑呢，听之外呢，也要告诉台湾的朋友们，好不好？这次大韩流演唱会有 2PM， 还有 Wonder Girls 会有精湛的表演，希望大家可以到南港展览馆踊跃的支持。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两团 2PM 跟 Wonder Girls 跟我们一起跟完全娱乐的观众朋友讲再见。我们有一个 ending， 大家一起说完全娱乐，明天见。完全娱乐，明天见。Good。Nice. OK， 好，都 OK 了哈 ，OK 了，那我们就不讲，我们就 Q 一二三就好了哈。OK，1, 2, 3，完全娱乐，明天见，拜拜，拜拜，记得支持演唱会 ，Yeah，2PM Wonder Girls，Yeah，Yeah。